我们呢要来玩一个这个上架初期评价惨跌谷底 ，bug 狂出让玩家望之却步，就是我们的战地2042。可以哦，我觉得你变强很多哎、欸。看不到。我觉得你的那个，哎，前面正前方，正前方，有那个小将，哎，有打，你打到，你打到了，哦，你很棒，你很棒。白痴啊，不行啊！哎，我们画面那个了啦。你又打。好，没没画面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换电脑？电脑换吧。你们还是有在接工上的，不是吗？木曜又没来玩游戏，电脑不用给他们吧？不是你错了，就是因为木曜没有玩游戏，所以我们没有电脑。我们直接进入第三趴，欢迎今天来宾贤。他是一个魔法师，隔壁找我来的，我刚从隔壁来的，临时 call 你来的。啊，我本来问他通告费，他说可以让我来你们节目卖电脑。OK， 你们这边看起来蛮可怜的，看起来主机就知道蛮可怜的了。因为你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状态，他怎么了？就是可能需要换掉的状态。我刚去隔壁 call 了一下，是他们那边的。他们在工商的，他们那边有什么我就偷了什么。对，反正偷几包那个日本的那个拉面泡面。原来你是你们那个 CPU 风扇，别说了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开用就好。对，我们这是电玩节目，再怎么样也要个水冷吧。不是，我们是电玩节目，可是我们就是也没有必要，就是一定要电玩赢内容吧。我们就也只得过那一次而已。后面几年的也没颁给我们，就是你们。待遇是不是都不太好、啊？我们的待遇超，我们待遇超棒。These matches say you're lying。超棒，我们待遇还可以，工作人员就不知道。SSD 就。这边你看他，哦，换了，可以自己设定你要的东西啊，看你们公司有什么代表颜色，还是你自己有代表什么颜色？可能是黑色吧，黑色吗？你是说新的部分吗？我们的前途黑色星期四，黑色星期四 ，OK， 黑色星期三，啊，就是你有，今天这节目是金色，啊，我。我有一件事情要插播，那个走中奖因为已经报名了，然后我有逼迫宅知道报名，所以如果到时候观众投票的部分，一定要请宅知道观众们去投票宅知道的节目。哇塞，你以后带这太敬业了，主持好了，我要回家。我从今天开始辞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我们谢谢静文，谢谢静文，谢谢大家，不会。我还有谢谢金 Fury， 不是金文，是金文，是金金斯顿。